没有没有，你们，我下水，我下水没事。我的反作用力会下去，我刚开始也是这样下水。我刚刚直接掉水里没事。哦，团团你一定撞我，没有，你刚刚就一直想要搞我。我刚刚自己也是差一点掉下去。你一定快下去的时候推了我一下。他可以上去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可以耶。我可是要跳，不要，我不要从这边，我不要从这个要跳啊。是上吗？好高、哦，我要重爬一次。这到底从哪个地洞下去啊？看看，到底是在哪边？不然为了找路回家，我们花了好多时间哦、喔。对啊，真的。所以接下来我要往哪边走啊？哎、欸，我听到声音了。我听到声音了。没事，哎、欸，这边有刷子哦，刷子。刷子是什么？这里是什么名单呢、啊欸？这是什么、欸、？Order。不是怎么过去的、啊、？Reserve。你们怎么过去啊？没有啊，从左边的那个啊，左边那个比较高的绳，因为你要再爬下来一次了。雨月爬错地方了吧？对，他爬我们刚刚爬的地方。对啊，不是爬那里。哦、什么？还有啊？你们这边矿没有啊？有刷子跟。上面来了，然后有小心后面有怪哦。好嘞。啊！所以我要先下到最底，然后爬另外一条绳。对对对对对。对对对对。嗯，又跑过来了。哪里还有绳子啊？左边啊。左边不是有个两条，一条比较高吗？欸、又有那个吗？沙琪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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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小块跟冯一康一种啦。等一下，我下来就下到最底的铁门这里啦。不是那里啦。不是啦。嗯，怎么办？啊？要不要等一下雨月啊？我怎么跟你讲？我们去这边打怪是。小雨会不会太？我就想要怎么跟你讲，各位的人啊，你先爬上来，你先想办法，先再爬上来一次。我已经爬两趟了啦。哎呦，没关啊，那要把你丢下来咯。到底哪一条啊？你爬上一条爬上来之后，你会看到你绕一百八十度，你会发现有两条绳子，一个左边一个右边，一个比较高，一个比较低。你去爬比较高的那个，绳子有比较长啊。你看我们 ID， 你看我们 ID 在哪里？就那一条。哦、欸， 我掉了两件衣服，我掉一件。来来，捡拾捡拾。你们都不等陨月啊？我在等啊，在等啊。对啊，我们就是边砍。难道我们在那边给怪物砍啊？哎、欸、呀，所以我还要再爬到对面去喽。你有看到我们吗？就是你往我这个方向这边的绳子爬。等一下。投影灯在左边的那条绳子，投影灯。我觉得难得雨月路痴哎、欸，好神奇哦、喔！左边的那条绳子、啊、投影灯什么意思、哦？所以我们在另外一边就对了。哎、欸，这边有那个机器人的手收。嗯，另外一只手收。先不要看，先不要看。没有没有，刚刚这边而已，刚刚这边而已。他继续带路了。我现在在。啊，我知道为什么了啦、哦！他摔到水里，摔到太下面了啦。我在摔最底下，哦、我刚刚说我摔到这里啦。哇，你竟然没摔死哎、欸！天啊，没死啊！我就这进水啊，成功的落水。哎、欸，有人，我们的对面要去哪吗？哪一条路？我去看一下。你去哪了？我去哪？等一下，不是，我是说那个啦，投影灯。我说投影灯嘛，半多先下来啊。对啊，我是说往，我是要往回走，没有往前走。我可以烤个肉吗？你想吃东西、哦？我们刚刚不是有经过一个白色很亮的位置，有吗？你们印象吗？有啊，那边那个是投影灯啊。来，那边是不是？我在努力了。可是那在是要下去啊，所以要那个要下去、欸。我在努力了，你们现在在哪里？往上，上面，左边在往上。上面啊，对啊，就那个啊，哎、欸，杰伦要下去啊、喔。对啊，我去看一下，你说潘某白色投影灯那边吗？观众说的不是我。好，那就去看一下。要也吃鱼，哦，鱼好吃哦。白色投影灯，哇，那地方很远的。哦，我知道。那个还蛮下面的。可是你要吃一个吃个。哦，没有没有，那个没有我饱的，这可以攀过去。我是饱的，所以你们要去攀吗？反正有观众说，投影灯之后呢，就往上爬，是不是？没有啊，他说那里啊。吃个东西，有吃个东西。那你要攀吗？右边吃这样。
刚下到第二阶段就可以有地方可以翻过来了。然后我要来烤肉吃了。回家。真的。我也想回家。刚做的是，哦，没有炸弹的。我烤鱼。我吃个烤鱼，我吃个烤鱼。直接交代。嗯，你看那个，他会在左左下角那边。我刚才也是突然观众跟我说我那边有，我才看到。没有。烤鱼，我的烤鱼。烤鱼好，可以了。反正你刚蹲在那边吃，超好笑的。怎样？你就是像蹲着，然后缩在那边，然后像吃东西。那现在你们要往家往哪边走？就等杰瑞上来啊。嗯，等杰瑞。杰瑞下。他的 C table 可以吗？哇，我没捡到哎，没关系，这边还有个护角，这边还有个护角，我看到潜水装里面来帮我。没有，我看他已经消失了，我们不是另外一只在潜水装那边，有潜水装啊，在你那边吗？潜水在我这边啊，潜水装在你那边？对对对，啊，我们要下去啊，那要下去了，那个是我们要拿的东西啊。哎，你们下来，可恶，你们下来。请记得不要按按八股按太过火哈，不然你会摔下去哦。哎、欸，对，就一路升天。对，你会一路 GG。没有没有到 GG 啦，因为这边有另外一只有那个多角的那只蜘蛛。沙威玛啊，蜘蛛哦，对对对，蜘蛛蜘蛛。扎奇吗？扎奇吗？变小块的了。这边可以直接攀过来。好深哦，很深啊，哦、差点摔下去。哎、欸，我的手有眼睛呢、欸，这边可以翻过来。我的右手有眼睛。原来是从那我们刚刚其实也有到那边，它可以有两边啦，就是用从底下爬上来，或是从这边攀过。可是这边有潜水装，哎、欸，我刚好攀过去说。对啊，我们刚刚一开始是攀那边不是？对啊，我是想要我们刚刚要回去就没攀边。对啊，没想到有潜水装，不行，这要上去。可恶，等下又要爬一次超长的。为了明年的员工旅游。还在爬一次。哎、欸，等下上面有，等下不要太早上去哦。上面有沙威玛，沙奇玛，沙奇玛，沙威玛。那我下來了。他已经沙威龙。慢慢来，慢慢来。欸、好吧，我可以先上去好了。啊、欸？不小心勾在上面，结果飞起来。这里哦。来喽，来喽，来喽！我先回个体嘛，先回个体再上去。没东西啊。在里面。上去哦，上去。然后再上去。哎、欸，结果小雨，我刚刚走，我在里面，我。对啊。其实我们刚刚一开始来上面这里就可以拿潜水。对啊。然后是因为刚刚说什么，这边的路才是对的，就走回去了。哦。的确，那边是回家的路啦。那边是回家的路。的确，那边是回家的路。走喽，都到齐了，吃护甲喽。在哪里啊？蜘蛛？哪里？右边，他在那边蠕动。嗨。这个是乘客是不是？对，那是乘客。对对对。潜水装是在里面吗？先打这一只 boss。先打这一只吧。先打 boss。哎、欸，我拿到计步器耶，他那个身上有计步器，等下可以拿一个。你们拿剑吧。我拿球丢他。我要拿球丢他。不要。他卡住没有反击的意思。哦，他破图了。他没有反击的意思哎、欸。他卡住了。有一个护甲喽。哇，七层了，七层，快满了。我六层呢。我也是六层。这好多乘客哦。所以是网胶哎。这好痛哦，用网球拍。哇，这里有一罐法胶，记得拿。那里有来了。地上都很多零食哦，那可以，你们可以在拿。这里，这个行李箱。哦，好恶哦，他把他身体里面弄满那个哎、欸、球，太恶。为什么要塞满球啊？我有密集恐惧症，这我不行。那我们就帮他拿出来啊。还有网球拍、欸。那真的是网球，它里面也都是哎、欸。哎、欸欸，你们丢过球，我可不可以打他？我网球拍。来，你网球拍？哎、欸，地上网球拍。可恶！哎、欸，这是网球拍哎、欸，这里可恶，不能，他不是挥拍的动作。对，
可惜。被砍毙的东西拿不起来了。网球拍就哎、欸，野人，哎、欸，野人，叫屁哦，叫屁哦，应该叫屁哦，没被丢过，叫屁哦，没被丢过。网球拍，你还一只哦，还一只哦。卡枪，卡枪，卡枪。卡枪，卡枪，那只呢？那只呢？卡枪，卡枪，卡枪。对对对，鱼，刚刚不是倒了？卡枪，卡枪。哦，跑掉，跑掉，跑掉。第三只，第三只，第三只。卡枪，卡枪。好了，死了。这还有两只，这还有两。看皮看，看皮看。对啊，护甲快满了，太小。网球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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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被网球拍打死吗？网球拍，还站起来，被打回去啊！电池，打回去。所以潜水装在哪里啊？嗯、对啊，在哪？潜水装。我刚是看到人啊。啊，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拿投影机吗？对啊。晚安。哎、欸，是要拿投影机哦、喔。不是要拿潜水装。对啊，我刚不是问说有潜水装吗？你们不是说哎、欸、有就下来了。我是看到人啊，只是因为刚刚看到 BOSS。什么人？居然！所以根本不是。不是潜水装啊！小往好处想，我们又多一层。对啦，都会想护甲这样子啦。啊！咻！我看到火焰能冲出去啊！这边。哦哦哦哦！哎，你要走远一点，你要走远一点。要熄了，要熄，那火要熄，火熄了。要走远一点。我觉得等一下我们就直接回家走吧，再回家吧。对啊，等一下，除非真的完全确定有潜水装，不然支线就不走了。对啊，先想办法回家。支线就下一次有找到之后下来要走再走。嗯，对啊，这里是，所以那边到底了吗？这边没路了，没路了，没路了，回去了，去的路，去的路了，走喽、啊。下去请记得嘿，不要慌，哎、欸，一个一个下去哦，不要太全部。没有，应该说你们不要按太过火，一直按 S、欸。同时下去也会互相推挤啊，刚刚就是被推下去。团团哦，不是吧？刚刚不是啊？下，杰克下，杰克下。啊，下一位，刚刚是你们按太过。下一个是谁？杰瑞下。啊，再来音乐。好，要指挥交通。不然等一下就会掉下去了。因为刚刚就是推挤掉下去的啊。不是，刚不是啊，刚不是啊，是一直按 S。刚刚是你们按太过火才掉下去的。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。走，跑过去。是真的，真的好想你。不是假的，假的好想你。如果真的现实上有这种绳子，这样子爬上去吗？不会，可以啊。我的护甲被烧掉一层，好不爽哦！踩到我。这种绳子一般来说是爬不上去的。我爬得上去啊，因为他们没有那么瘦子了不起，怪瘦子了不起。没有啊，那个啦，主要是手臂的力气啊。而且要配合的脚的话，你脚要夹，脚要夹，力气到了不起。哎，脚夹的，这边没有走过呢。欸、他很夸张，都是单手、欸。不是这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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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错，走错。你怎么一瞬间跳过去啊？我走错了，我走错了，我走错了，我走错了。再往上，再往上。走错了，走错了。船锚岸上会有两个，会有帐篷。如果从应该要从地面上去比较准确一点。是的。那这神经病就订阅24.99吗？啊？我有一个神经病干爹，订阅24.99。